vieilli. Ah, laissez-moi vous aider.帮我签个名呗。谢谢。哇，这么多。我可不是故意要看你的小秘密，我总得确认一下你是谁，对吗？你会原谅我的，对吧？陈哲，在法国的日子好难熬。我好想你。我每时每刻每分每秒我都在想你，我恨不得现在一秒就抱着你能回到你的身边。怎么办，阿哲，哲哲，怎么办？我快要疯掉了，快要疯掉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哇，这也太劲爆了吧！多么清楚，多么坚固的信仰。我爱你，是多么温暖，多么勇敢的力量。我不管爱多少，心多慌，不管别人怎么想。爱是一种力量，把我带到你的身旁。人才，我天，找个词儿啊！被打得太惨了。我还没见过人被打得这么惨，太可怜了。11739.17公里的距离，隔不开我对你的思念。三年不在你的身边，减不掉20年的相濡以沫。小哲，我就要回来嫁给你了，等我。太想不开了，可怜不可怜？今天在飞机上跟一女拿错箱子，此女名叫林美雅，从巴黎留学回来，要跟她相恋20年的男朋友陈哲结婚。关于此女早恋开始的年龄，我也同样抱以强烈的好奇。附照片3张，找到此女者必中信。人才。